好，我叫梁志远，今日我要介绍呢个我嘅 LEGO 作品，佢系一个四角形嘅攀爬架，佢呢度周围有啲台，有啲凳啦，上面有棵树，佢系本身就喺呢度嘅，系设嘅喺树侧边，我系希望提倡大自然嘅呢个，上面仲有一个消防局装嘅一个洒水器同埋 CCTV， 佢可以睇到啲阿伯唔会喺度周围屙尿，同埋佢可以喺火烛嗰阵时洒啲水减少火灾嗰个蔓延。呢度呢啲凳我特登做成佢系斜嘅，提倡佢哋要多运动，唔好成日摊喺度。